哇，连世宏这个牌太好了吧，很美，就是一个支持连庄的锁牌啊。但是这个牌黄场明应该是会碰得很爽啊，哇，他东东北北全部都没有人拿，没有压对的，还有小四喜的机会，有啊，但是你觉得他会去做吗？一，他的个性会来了，差几年，差几年一定走，你一离东沙东，一定跑，对啊，都光抽一次，抽一次。当然，他才出来二三桶的话，没有牺牲太多牌，就只有对，就只有牺牲一四桶啊。那他一定会打，以他的来认识他的，他一定打，真的。找对他，好，连世宏，但是连世宏进牌是蛮快，已经来到一进厅了，而且是多门进厅哦。爬了呀，爬了呀啦！哎呦，我碰碰胡呢哦。哇，这个新官加熊，不，他一定打。他要等一下碰到所有牌，然后听南风。嗯，没有，现在是怕东风来了，要不要听？对啊，要不要碰听？东风来就碰起来打三桶啊。他也还没碰听啊，哦，只是就是怕再碰一张会不会要听牌、啊？对，我说东风碰到会不会？南风被打掉一张，一张，哎、欸、好，对，我上次就是这样子玩，结果刚上字幕小四喜，南风被打到两张，我啊没有南风，我觉得他会那个，没有的话就可能会打了，打两已经打两张了、啊，可是他摸到南风的话嘞，还是有小四喜啊，拆四锁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拆四锁掉一锁。但是连送天牌六绝品字母，所以呀，黄场明这个可惜了一点，蛮可惜的，不然差点上清华。对，小四喜碰凑一色碰碰胡，哇，零个四吧，真的哦，会不会要跟我讲的连四？有可能，因为零二哦。场明这个小四喜牌型被四红快速听牌自摸，嗯。赢个四吧，表哥在讲了，看他会不会完成他的愿望，新年新希望，新的愿望。这连庄自摸对世宏很重要啊，因为让他分差来到10000分之内，8600分的差距。